等了你一晚上，我真的好饿。我们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？怎么了？没有我不行啊。 不找你找谁呀、啊？这小区里还有别的小姑娘比你还好看吗？你不嘴滑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？我早就已经习惯了你在我身边吵吵闹闹，嬉皮笑脸的日子。但是你不理我之后，不挑也睡不好，饭也吃不下。 雨欣，好久不见。当时我就是没控制住，一想起求婚的事儿吧，我就……我是让你给双方一段冷静的时间，好让他对你有个慢慢付出的过程。谁让你上来就……哎，郝俊啊，我得跟你说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，嫂子？黎星呢？ 他最近因为心情不好，影响了工作，可能有被辞退的风险。那怎么办呀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他跟我说他要回老家去，他妈妈那个性格肯定不会放过他。他妈会怎么样？骂他？啊，倒也不是，他妈妈一直在逼他相亲，这次回去八成就得嫁了。 嫁了，老岳，这个说不准。黎星之前就找慈乐帮他去相过一次亲，还没我找着。说点有用的。之所以找慈乐，是黎星的相亲秘书实在太高了，排不开。对啊，排不开，这一次回去更排不开了。不行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 必须把他留下，工作没了我养。哎，你等会儿。等你说该怎么办吧，嫂子。别着急，我们好好研究一下。没想到你还住在这儿啊。你还好吗？怎么是你啊？我知道当初的事情，在你心里一直是一个结。 我没能当面跟你道歉，我也纠结了很多年，所以你能给我一点时间吗？其实我当初对你的感情都是真的，但是我真的不想放弃出道的机会，所以我选择了放弃爱情。对不起。 真有趣啊！你说什么？我曾经无数次幻想，你出现在我面前，我会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你？我真没想到。
会是这种感觉。什么感觉？没有感觉。你走吧，以前事情过去了，我想见的人也不是你。李欣，你和他到底怎么了？和谁啊？你男朋友，他来找过我。他说了什么话？他来威胁我，要我亲自给你一个交代。你当时不肯来见我是不是？对。你要答案我给你。当初不告而别是我不对，但你让经济合约摆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必须抓住他。这是那些年我在酒吧唱过的所有的歌，我现在把它还给你。所以他才想出那样的办法，想让我放下。我虽然不知道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是我觉得他挺在乎你的。对，你说的对。郝俊，你个傻子。第一次你见我太坦白，对我说你不是特别帅，可是你能等待，给我时间明白，你就像天空突然出现的色彩，这是谁的安排？未来也从此不再空白。虽然我也不会很意外，谁能把这一切想得坏？我害怕走得快，不确定的未来，这感觉我不知道如何来表达，我还是该想开。多了，你看，铂金镶嵌中裹着珍珠，玉衣襁褓中婴儿般的爱情，虽然是被捧在手心里，但却也很脆弱，需要被呵护。怎么样？这寓意特别好啊！而且你看这款式，很高级。真的？姐就这样吧，睡觉去。不行，时间不等人，七夕情人节马上就要到了，我得赶赶工。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我今天就是没什么灵感。来，那我给你点灵感。嗯，我想到了。你想到什么了？一半铂金，一半黑金，既涵盖了中国元素太极风，又象征着爱情的两面性。比如你。我？嗯，既腹黑又爱演戏。但你却那么有责任心，虽然你的目的性极强，而且非常有手腕，但对我却非常的真诚啊。你是在夸我还是在损我呀？我当然是在夸你啊。我就是想说，凡事都有两面性，就像爱情也好，人也好，不是绝对的非黑即白，非错即对。这个理念也太好了吧。爱一个人就要爱他的全部。嗯，爱一个人就是要爱他的全部。太好了，改色。哎呀，这个肯定能成为爆款。我该怎么跟他说呀？主任来了，心情恢复过来了。嗯，谢谢主任关心。那就好。都到齐了吗？到齐了。哦，在孩子们抽血体检之前呢，分时间段入园，不要在门口聚集，随时在校门口扮熊猫的。主任，是我。
你除了鼓励小朋友之外啊，还要多多配合门口保安的工作，加强安全防范意识。明白。哇，欣欣竟然一滴眼泪都没有流哦！奖励勇敢的宝贝一枝花。谢谢小猫。大爷，那熊谁呀？太热了，俺怎么还不出来啊？嫂子安排的这个惊喜，有点遭罪啊。不知道，应该只有你一只熊啊，那肯定不是咱家的。现在的人贩子手法越来越多，大家一旦发现问题啊，要立马做出反应。大爷，看看家。你哪来的呀？您，狗熊打人了！大人，再等我，我去追。狼熊，快熊，别跑！你这老娘站哪儿？你有病啊！追那么久，你小玩意儿，你拼了跑了你还？神经病，别追了。你没事吧？你还敢吼我？看来你没事啊你！你看我不揍死你！我叫你跑，叫你跟幼儿园偷摸不轨，我叫你跑，你跑啊你！国家二级保护动物，肝胆一级国宝，你跑啊跑啊跑啊，再跑再跑！送给你的。